削弱了，只有瑞文的两大削弱。哎，他妈这么菜的英雄还要削，到底还有没有天理？王者小弟瑞文擂台啊，看这些人静静网费不够了，都挂退了。壮舞，好的，这局跟一个壮舞的朋友打。哎，刚进来一个国服中单最强瑞文。哎，大哥，等下再见啊，等下我看到了一个什么国服最强瑞文。大家可以点下右上方的关注，右上方的关注啊。算了，他妈16675我他妈都看过了，别去啊，他妈去了就后悔了，兄弟千万别给他们骗了，老是带这样的节奏啊，他妈最美女主播别在我这带节奏。带你们去看一看吧，我去看啊，我去前面探探路啊。啊，我帮你们看了啊，所以说想去的可以来，不想去的就算了啊，反正他妈不要被他们给骗了。啊，这局开始了，我只想评价一下，我对女的没感觉，因为我是同性恋，啊，我对女的没有什么感觉，所以我也不好评价，我只能说这个人画画还是可以的，其他我评价不了呀，我毕竟不喜欢女的，我没有对女的审美观，都可以接受吧，毕竟同性恋嘛，是吧？我的双手沾满了记忆。当当当当当，所以别叫我评价啦，嘿嘿，开始了啊！我该怎样继续前行？我最喜欢的女明星是陈乔恩啊，这一点可以告诉你们。我最喜欢的女明星是陈乔恩，因为当时看了一个《笑傲江湖》啊，东方教主一统江湖，怎么说来着？反正太漂亮了。他的肤色比较白，然后一穿那个红色的衣服，我还喜欢小龙女，我还喜欢看新神雕侠侣里面的那个小龙女。那个比较娃娃脸啊，娃娃脸像个小孩子，我喜欢这种。有点娃娃脸啊，那个叫啥我就不知道了。我再想想，还喜欢哪个？还喜欢韩国的，那个一蹦一蹦的那个叫什么智妍？嘿嘿，谁呀？啊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反正那一蹦一蹦的。我就喜欢那个组合呢，有个叫智妍啊，哇，没谁了。我已经流浪如此之久，给你们放一首他的歌啊， Number Nine， 我一直在听。往日的负担，他要开演唱会呀，但我不敢去啊，我怕他妈的到时候被人身攻击呀，因为太有名气，所以被抛粪。我已经流浪了啊！有人对我进行抛粪，这一想想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不要经历这些事，毕竟还是很可怕。真他妈有的，兄弟，你不要说他妈是我，
就他妈正常一点的啊，被他妈粉丝查矿泉水瓶的，你是没看到，你没去撸啊撸现场看那些职业比赛玩家打完之后，哇操，在国外没事，在中国他妈的会死啊兄弟，你没签个几个保镖你会死啊，就这种素质啊。让他们去打国外打那个什么联赛，这没关系啊。那要是你打赢外国人，哇操，那他妈要炸了兄弟。哦，你在中国啊，你把那只有他妈脑残粉呢，你把他打赢了，他炸了，我跟你说，真的。女粉丝过来他妈扯你的内衣，非常的疯狂。然后矿泉水瓶他妈狂飞啊。